个如果我有条件来把经营房门修得好，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这个方向是怎样修得好，是功课要加强还是小房子要念？方向就是把白话佛法全部跟我好好的看看，用到心里去，你看看你马上就有智慧了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师父的那些书白话佛法好好看看，然后一边加强功课，一边加强小房子，一边渡人，你看看你能不能上天。那如果这个大悲咒一天49遍的话，如果要修得好要加强到几遍？大悲咒如果要修得好，一天要加强的话至少要念到29遍。我如果是49遍，那最好，很好。嗯，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我缺少的是就是白话佛法不坚持。那就不好，一定要看，每天要看。我坚持是听录音，每一段师父的录音我都没有错过。听录音不一样的，听录音是回答问题，但是你没有真正听到师父给他们上课的东西。嗯，那师父要闭关吗？如果要修得好？不要闭关了，闭关你就索性剃度吧。现在末法时期就是菩萨，就是妙法呀，就是知道大家上班忙有家庭，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家庭，不影响你们上班，所以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里来了。嗯，这还不懂啊？懂。好，那你首先就上山就剃度，不就不跟闭关一样了吗？因为之前听过师父讲，如果是能一个月或者是几十能够一天一天不叫闭关啊，那个不叫闭关，哎，那就叫你就等于坐在家里好好的心静自然啊。自然如水，平平安安的在家里，什么事情都不要管，念一天经，听听看看，让你修身养性，让你的脑子干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